回来了，这么快？ 靠近商国国境的那邑，据传有羌人与一池禽青衣男子出没。会是鲸鱼吗？还会有谁？若是这样，之前各部落遭吸取魂灵的状况，极有可能在那邑再度发生。那邑在此处东方，约莫数日路程。若现在启程，应能及时阻止。 凤玉，照你所述，这地方离祭坛召唤地颇远，日食之日将至，青鱼没理由前往该处。会是误传吗？哼，木叶天人，抱歉，我又因凡人的死活延后天人返乡之事，还请您见谅。我没这个意思。 哥哥，究竟怎么了？没事，有些心烦吧，又开了个不好听的玩笑，抱歉。无妨。其实，如果木叶姐姐不挂心我们和百姓，早就可以自行离开，不用陪我们东奔西走帮忙众人，对不对，司空大哥？ 那么，那蚁人民正需要我们。木叶姐姐要一起去呢，说不定真能遇到青鱼呢。那我们不就能早日和他把误会解开了吗？嗯。凤哥哥，司空大哥，走吧。喂。凤大哥，你怎么了？司空兄弟。 我没事，大概是昨日的迷药还残留着作用。风哥哥，还好吗？没事，走吧。 Thank you.
那些人穿的是商人服饰，看样子我们应该是到那邑附近了。前方没多远就是那邑。风哥哥，你最近话好少，怎么了？烦恼战争、水患什么的。阿乔，不用担心。怎么可能不担心？需要回避吗？回。好让你和某姑娘独处吗？司空大哥，算了吧，耍嘴皮子你比不上风哥哥的。谢王子费恭维。风大哥，这群商人看起来行事挺鬼祟的，不像在地居民。照你这么一说，的确，而且他们的行动不太自然，似乎不太习惯这身装束。我们靠近一点去探探吧。
似乎在看守着什么，马哥。即使咱们穿上一身商人服饰，还是跟商人有些不同。怎么那些商人没能看出分别？就说那些商人笨，看咱们穿上一样的衣服，就把咱们当自己人，可不都是蠢蛋吗？哎，不过话说回来，这身装扮真是怪别扭的，有失咱们羌人尊严呀。再穿也没几日了，等计划完成，谁还逼你把这些套身上？哎，也是也是。原来他们是假扮的，凤哥哥你好厉害。没什么，经验罢了。我在外旅行久，对各种人事物看多了。这群人既是蓄意假扮，必定存心不良。他们提到某个计划，又这样守在此处，里头是否有什么秘密？会不会和甘盘师傅说的线索有关？不可能。你们是说青鱼在里头？他应该不在里头。按之前交手经验，若他在场，此处应已被他玩转蹂躏。如果不是青鱼，那里头还能藏什么呢？把他们引开，便可靠近查探。阿七，靠你了。喂，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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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什么声音？咱们过去看看。哎，上头吩咐咱们在这儿守着，怎能随便离开啊？咱们在这儿待这么久了，也没看见什么古怪。反倒是方才的声响不对劲儿，没弄清楚，我可不安心。你是担心藏在那儿的酒吧？你别胡说，到底要不要去勘察？好了，就依你，咱们过去弄个明白就是了。好啊，七，守卫都被引开了，我们趁这时候进去。这珠子和之前妖物与妖灵身上的颇为相似。又是个害人的妖物，绝不能留着它危害世人。司空兄弟，看来这样做没用，暂且停手，再打下去怕引来人。凤哥哥说的没错，我看那些人似乎要回来了，我们还是先离开这里再说。我不说了吗？那儿什么也没有，还是好好待在这儿，把祭魂兽看好了才是。你什么时候说过这话了？那好，下次我就待着，你爱擅离职守，由你去。呸！你少胡说，这罪名可不能乱安。上回琉璃幻洞里那个祭魂兽，不知道叫谁给毁了，把主子气得跟什么似的。话说这任务也挺危险的，咱们又不比青鱼大人那样有上古神器威能，一不小心就会为了那些妖物啊。所以咱们才要多加小心，想想那些彝族人的下场多可怕呀。哎，
不过说到彝族，倒让我想起那名青鱼大人不知从哪找来的少女，长得挺可爱的，可惜呀，可惜呀。长得可爱有什么用？脑袋傻不溜丢，替大人收了好多生魂，最后连自己的都赔上。小小一个蠢丫头，能逃得过青鱼大人的手掌心吗？青鱼大人什么也不用做，他就自己乖乖送上，任凭大人使唤。该不会是受青鱼大人吸引？听你这么一说，你笑什么？难听死了！你看青鱼大人那模样，是谁看了都……我看呐，是那蠢丫头动了春心，妄想亲近青鱼大人，好换取青鱼大人的疼爱。哎，要真是像你说的，那丫头还真不知羞耻啊！冷静，冷静。如果是你，你有办法冷静吗？若他们说的是你至亲至爱之人，你能冷静吗？这些异族人是我打伤还算少吗？杀了这些不重要的羌人有何用处？只要这些妖物不除，你杀再多羌人也不能阻止像青梅姑娘那样的人被害。你现在躁动只会打草惊蛇，要成大事就得冷静。你希望将守护家园的心情扩大到守护更多人，这些志向你都忘了吧？我没忘，但我也忘不了青梅死时的情景。我还记得她死在我怀中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，她的血好像还残留在我的掌心，那温热在我手上慢慢变得冰冷。这感觉我怎忘得了？司空鱼，这就是你守护真爱之物的方法？我到底在做什么？废话，快追！阿七，抱歉，谢谢。沐月，方才多谢。这些商族装扮的羌人，从那一大门进出。妖物又在外头待命，看来羌人打算找机会混入那邑，勾结内应，来个里应外合。情报果然无误。那要不要现在把他们全收拾掉？再次把他们解决很简单，但如果打草惊蛇，让里头内应警醒，便难以一网打尽。不如进那邑去，先把他们计划查清，再一举清理。嗯，凤大哥说的有理，那我们进去吧。那邑的居民吗？
这里还好吗？近来可有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？咱们是不晓得有什么不寻常的事，不过最近气氛比较乱，你们进去得一切小心就是。看来那些羌人的事还没在这里散布开来。好了，看我把这些人一个个揪出来。虽然你的干劲令人欣赏，不过他们着商服混入居民中，你要怎么分辨出他们？我好好观察一下，一定有法子吧。羌人的样貌还是有些不同，加上阿奇方才与那些人有接触，或许有机会嗅出他们同伴的味道。好，那就麻烦司空兄弟与阿奇了。哼，司空大哥与阿奇相提并论了呀。你呀、啊。